今天我们用这个金色的小亮片啊，挑战一下太阳鱼。好，抛出去之后，让这个柱头去下沉，然后匀速的收线。中鱼，跑了。好，中鱼，哇，连咬好几口啊！这个亮片对这个太阳鱼效果挺好的，哇，非常小，这就是太阳鱼啊，看一下，非常小的一个太阳鱼，双胶，兄弟们，干就。